是享受唱出欢乐，追逐梦想的每一刻，都要挺着胸打倒现实恶魔。台北梦想的起跑点往前冲，台北的手起享受唱出欢乐。三一四董事长啊，我范家威台国，阿国买成立议会加拿大。哎，巴拉圭哦，世界各地几落个，而且呢，比重、比数重哦。哎，我们就客家，用心客家好。你阿伯那些客家人，在台北一看，是态度团结起来。哎，你啊，那些台北改变啊，等于北京改变台湾啦。是五年内啊，是六年内。我发苦啊！你们亚拜一天有几滴啦？一天有几滴？中台的科技有不少，前一两年夜，南京铁茶嘛，个也就高速的眼珠飞，有八个妹。但是用铁茶也就安太长的咯，你像南京的其他，个流出安太问题，铁茶，我查个你科技的你。一路我妈都问题的你哦，一上班，哎，按正常的你，妹妹啊，一两个形式按正常的形式，你也很惨，不说该不非常的不公平的啦，你傻逼哦，非常不公平，无通你啦，啊，哦，不说人家一天来改变，人家都懂事啦，还有他不改变人家其他的作为呀，哦，一天。男人啊，女人有团结，唔像台湾卖的呢，邻居上讲，偏东啊，卖的偏东，都一天卖的呢，他赶你从会变，人家男会被事业摆喺客厅动线，卖的呢，重要不过做陶祖庙，他赶你的转变，他赶你从陶祖庙喺某转变啊，卖的整个。政治环境因为无改变，我该清楚了啊！奶奶还敢以，既然奶奶敢一看，让奶奶社会的客家人的精英都来到这里了，从我们开始来带住，因为一哦大标了，为了奶奶的幸福，我们用力了，唔像把个，今个今路我连中西推那一样的，奶奶我靠你啊！